一共130吧，来给你个50，再给你个53，那咱们就照你齐了啊。二狗子，你欠我130，你给了多少呀、啊？这是？他，你不会算账吗？50加50，再加上个3，是不是130？你拿我数一下，50加50，100，100加3。哦，130，对着呢，对着呢，听着了啊。好嘞，那我走了，慢走啊。嘿嘿嘿嘿，二狗子是不是脑袋坏了？他突然笑什么呢？司马光砸缸，请问用的是锄头、麻豆还是石头？答对了，我给你1包霸王丝；答错了，你给我5毛钱。司马光砸缸？司马光砸缸？哦，司马缸砸缸？司马缸砸缸？哎，你到底敢不敢玩吧？废话真多。嘿嘿嘿，我逗你玩的嘛。那司马光肯定用的是锄头嘛？不对。还有一次机会啊。啊，不对，难道是馒头？滚，你给我滚，你这吃货，还馒头？我要说个包子，你是不是爱选包子呢？包子也不是。那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多少钱？5块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是5块。这两袋一起多少钱？2袋11块。你这是把我当傻子。这个5块，这个5块，这两个加起来是不是10块？你别激动，你看我给你算。1块、2块，这3个先不动。4块、5块、6块、7块、8块、9块、10块。我靠，这三个都知道。太阳啊，给我拿火爆鸡精、无花果、唐僧肉各5包。好嘞。二狗子今天怎么这么有钱呀？我是没钱，可我脚给我挣钱了。给，哎，二狗子，我刚掉了10块钱在地上，还没来地捡，你帮我捡起来。我等一下还要吃饭呢，我还是就吃个奶嘴汤吧。胖丫，给你的10块钱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胖丫，哎，乱跑什么小卖部也不管，哎。熊大熊二动动乐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最大的里面有什么。麻利麻利，嘿哈嘿哈，哎，无花果、神龟酸梅粉、脱肥、老酸奶，这么多好东西还有没有？哎，铁皮青蛙，哈哈哈哈2毛钱买这么多东西太划算了。啊，谁把我的熊大熊二动动乐大脚抽了，还留了2毛钱？谁呀？你们看到了吗？赶紧评论区告诉我。你就放心吧，发现一个假的给你4个。那我买一个你为啥给我4个？给你喝你就喝着，哪那么多话，走。胖丫是不是有毛病？我买1桶他为什么给我4桶呢？胖丫，哎，你帮我把这个小香槟打开呗。我让你帮我打开，你喝我饮料干嘛呀？二狗子，你是真傻你是假傻呀？我这不帮你打开了吗？你得给我点服务费呀。你好，辣条一毛了，辣条一毛了，辣条一毛了。哎，你干嘛吃我辣条啊？我刚才不是帮你卖辣条了吗？我吃你个辣条没毛病吧？啊，也是没毛病。